非常经常容易出界的，给我打一下柿子。我给大家讲你为什么出界啊、哦？来，请我们看一下。哎，好多就是好多人容易过的，真的，就是一说就出界。帅，你说为啥？动作给的太大了，然后给太多了，完用了前臂跟手臂的力量。对，没有制动。请我们，你这动作做的，它是一个小动作。对，你想啊，你站这儿，这动作就没问题了。来，帅发一个，看，这动作没问题，再大，它也能搓上，它线路长。你本来进到台内了，它动作就得小了，千万不能太大。就第一个缩小动作，第二个呢，控制手的力量，就这个臂啊，大臂、前臂别给多大劲儿，用手指、手腕给劲儿。你看固定，大家看。手指手腕能不能劈到长球去？我这手臂一点劲儿都没给，给它锁死的。大家看，是不是一点没动？线路短啊，就是你不用你臂的力量，你也能劈长。所以第二个呢，你得控制臂的力量。看，这就出界，这就出界。这就能拖上哈，反手也是啊，反手也是，看，这就出界。好不好？这是第二点，第一动作得小，第二得是控制臂的力量。手臂不要用力、手臂不要用力，少用吧，这么说。对 对, 对啊，手指手腕多用，80%手臂20%，差不多这个比例。第三个是角度的问题，大家看哪个角度是正确的？往前的，第一个，第二个，第一个，第二个，好，第二个是对的，是不是？对了。所以呢，第二个，对，所以我们在搓的过程中，你看你为什么会出界？因为你推的太多了，你向下前下方的力太少了，你向你前下方的力太少了，亲友们，就是我们在搓的时候，这个都是什么？它最后的落点，它最后的手上的触点，它一定是向下的。嗯，前下方，对。啊，前下方，前下方，你不能是这么高的距离，它一定会出界的。它就是什么呢？比如说这是引拍，然后它向斜前下方用力，这么用力，斜下方用力，然后手臂不能打直，不是向斜下方用力，看。反手也是啊、不要，直板也是啊，哼，不要，这就高，这就出界，让他向斜前下方用力啊，又不能直上直下，它是向前下方用力的。大家看我的摩擦角度，一动作小，二手指手腕发力，控制臂的力量，三向斜下方用力啊，正手也是错的，错的。对的，对的，方向一定要搞对，这就基本上不会那啥了，不会失误了。